假如妹妹来玩音效。姐姐，你最近沉迷这个游戏，难道这个游戏很好玩吗？对呀。那我玩一下行吗？好吧。姐姐按哪里？按选择服装。我靠，这是什么服装？姐，你的品味也太差了吧。关你啥屁事，你玩你的。好吧，看我操作。瞬间被我变化得这么好看。你那也太频繁了吧。嘿，你这小子还会按呢。我又不是不识字。也对哦。啊，这就是女主的家吧。对呀。太烂了吧，我要住宫殿。你按菜单再往下翻，看着不是有个宫殿吗？哇，真厉害，只要一按就能传送了。这里是水池吧。啊，不小心掉下去了怎么办？姐姐姐姐。未完待续。